好啦，咁开始打个第四章啦。等先，战斗巡回赛啊，预赛一嚟就预赛添啊！听闻呢张话几抌波中下噶，有人有讲到啊，同埋个嗰个叫咩咧？击破敌人之后加 EX 技嗰个回复时间几好用啊！即系如果你有留意嘅话，可以见到我依家啲 EX 技系回快咗好多嘅。嗱，你睇咗啦，嗱，我劈死一波，你睇住加几多啊？我哋揾部嗱，揾部小血嘅啦，睇真啦，系叫咩啦？一死咗即刻加一橛啊 ！D X 技啊，一死咗即刻加一橛啊！顶你个肺啊！真系咁阴湿湿，哦，呢个系 A G E 个系列啊，系啊，好似系啊，出晒，唔知佢有冇招技能系可以打死啲敌机之后，然后加快个射击武器嗰个回复时间。咁样嘅话可以快啲回到招核弹啊！一飞完招核弹，用招核弹清完场之后又可以回翻一橛。如果有嘅话，唔知有冇，我啊未见过啦。但系又唔肯定冇啊，因为佢今集啲技能真系好鬼死多啊！即多到系有啲你系估唔到嘅。即反而系多到，即佢系有啲系话咩啊？用 EX 技打爆咗敌机之后咧，再加快个 EX 技回复时间，即佢系分到咁细咯。同埋依家有咗，同埋依家加咗嗰个击破敌人之后加快个 EX 技咧，即龙骑兵都回得快好多，即超级龙骑兵啊！所以啊，我十分推荐啊！如果你有嗰啲技能嘅话，一定要加佢。啊，加快招龙骑兵，劲好多咁就加快个输出，咁样就屈机啊！你明唔明 ？Ush！ 我应该会揾晒啲加 EX 技嘅回复时间嗰啲技能出嚟，死啦！得啦得啦，食多炮啊！我惹埋你，点啫？帮你解脱下啦吓！如无意外，我应该会用呢部机打到爆机为止啊！诶，应该唔会再点样去转嗰啲零件啊，嗰啲嘢噶啦，系啦。跟住爆机之后，后期挑战高难度嗰阵时，如果再唔够打嘅话，到时再谂下点样转啊！啲技能嗰啲嘢都系等爆机之后再慢慢搞啊！反正啲好嘅技能、好嘅装备啊，有到高嗰啲啊，冚唪唥都系要高难度先可以攞啊！依家仲系用紧 H 之剑啊！呢啲嘢等攞咗 M G 之后再慢慢搞啊！
等支核弹啊，系等核弹头。好，一炮再两次爆发。哎，见面啦，见面啦！哎，用核弹一炸一波啊！睇啲超级龙骑兵啊，一格一格咁回啊，个时间。都真系几多下喎、啊！呢头打完，跟住打多一波，跟住又有啊！果然系抌波中啊！条友讲得冇错啊！哇！佢真系打一波即刻有啊！顶佢！一个场地可以出成三次啊！嗰啲咁嘅玩家，诶、哎，回翻晒，即系佢招量子爆发咁样咧，唔知道之后会唔会再修改咧？唔知道会唔会改弱咧？即系你咁样系咪先？即系我觉得咧，如果啲招式强弱系唔公平嘅话咧，就唔一定话要改弱或者招嘅。点解唔改劲另外一招咧？将弱嗰啲改翻劲，咁咪公平咯？系咪？譬如我咁，我都好唔满意招卫星加龙炮噶，尤其是个第二代嗰阵时啊！啊，我自己啊最中意 Double X 啊，但系佢改到招卫星炮咁，我都好不爽啊！唉，但系我情愿你将所有招都改劲。就唔係將所有招都改廢，咁樣嘅叫做公平。你咁樣只會令大家都唔 happy 係咪先？點解唔將所有招都改勁？咁咪人人都 happy 咯嚇？誒、啊、打佢，誒打呢波係啦，插。喂，插佢，哎，啊，唔知道今集超级龙骑兵个效果有乜加持到时间呢？我上网睇过，好似唔系好各有喎，佢净系有啲，好似净系得啲加零零嗰个系列嗰个三倍速嗰个就有啊，啊，即加嗰啲持续时间啊。超级龙骑兵好似揾唔到有技能可以加时间。加长个时间嘅，哦嚟啦！It's over。三重双波炮，华沙哥嗰波啦嘛 ，D X 嗰波系啊，诶，马沙哥，唉，啊，同埋最近打都有个效果叫做诶、射击武器贯通化，即系其实系咪破防咧？直接无视防住啊！我又未装啊，我睇先，嗱系啦，个大魔嘅火箭炮啊！射击武器贯通化，
但唔係好清楚佢呢度個效果係咩，但係應該係破防㗎喇，如無意外貫通化的話，即係譬如火箭炮，即係實彈打過去就無視對面嗰個實彈嗰個輕減啊，跟住光速就無視人哋嗰啲壓力牆嗰啲啊，應該係咁咯，我覺得貫通啊嘛，係啦。但佢呢度又冇説明冇性啊，不過就招技能特別係金色嘅咁啊，好似係啲特別犀利嗰啲嚟嘅。合作俾支核彈佢試下先，哎，反正支核彈都成日用噶啦，第時唔用嗰陣時咪再合俾第二支咯，哎，決賽啊，咁快決賽啦，第二場嘅決賽，都冇啲十六強嗰啲噶啦嘛，我贏我呢個場 City 啊！哇，两师徒啊！哇，佢呢个擂台冇斗转啊，仲唔系冇斗转？哇，呢个哇，依家摆明系嗰两条友嘅主场啊！系妙鬼妙鬼妙鬼，系啦，诶，跟住 K 度，诶，准备再嚟一粒，系啊，诶，继续挡啦吓。咁你点解要咁样捞一捞呢？你都系同一个场啫嘛，你直接再喺嗰度再咩咪得咯？捞一捞捞翻嚟同一个场，跟住再换家介入，顶你个捞一捞意义何在？啊，你个捞 game 又唔系转场地，顶你个肺啊！真系官方嘅幽默啊！同埋我最近都即系我自己再重玩翻前面啲关卡，我开始打到啲有属性嘅武器，打到啲咩溶解属性啊，跟住有火焰属性啊嗰啲啊，系啦。不过唯一可惜嘅就系啲属性貌似系冇得透过合成去继承嘅，即系你嗰把武器系火属性嘅话，你就只能够用嗰把武器合上去，就冇得用第二把武器。跟住再將嗰把武器個屬性合上去咁樣啊，即係冇得加喺第二把武器度，透過合成。即係如果你譬如你想要，我想要把支 N 劍五係有屬性嘅，就真係要自己走去打到把支 N 劍五係有屬性翻嚟先得。因為我試過合過合唔到咯，頂佢。反而其他技能嗰啲可以繼承，偏偏屬性唔得。啊！又捞一捞，跟住又捞翻同一个场地，顶你捞乜桥啊你！咁啊，完一部卒仔机都冇，直接打玩家。よし、よくやった。さあ、みんなが待ってる商店街に帰るぞ。なんてことにはならないんだよな。おい、久しぶりだな。どうしたの？こんなところで。リサちゃんは？ロボもエンジニアのおっさんもいねえじゃん。一人なのか？二人だ。
なんだ妹連れてきてるのか。小さくて見えなかったぞ。かわいい。お名前はいくつ？名前は1個しかねえよ。おいこら学生、私はなお前らの倍は生きてんだよ。でなんで他のみんなはいないんだ？無視すんな。あのエキシビションな、見てたよ。それでロボタ君は回収中で、ミサちゃんは一人で修行の旅に出た。あの子アグレッシブだね。でお前はこのツアーに来たってことか。だったら一緒に出ましょうよ。ファイター2人より3人の方が有利だし。サポート3人もすんのかよ。望月ちゃんつったっけ。俺たちにサポートはいらねえよ。これでも沖縄宇宙飛行士訓練学校の生徒なのよ。ハードもソフトも必要な知識は持ってるわよ。お前ら大塚なかなか優秀じゃないか。気に入った。よし、沖縄宇宙飛行士訓練商店街チーム結成だ。宇宙服でも売ってんのかその商店街。即今集呢就唔係刷晶片啦，如無意外應該係變咗玩刷屬性㗎啦，啊，即係想要一把自己想要嘅武器，然後又想要某種屬性嘅話呢，就真係要去刷啦。唉，結果都係要刷嘛。哦，跟住係魚菜，哦，呢個月海啊，就呢個啊，嗰個應該係啊。应该是他的妹妹之类啊。定是情侣来的呢他们。是但啊。喂，出嚟啊！撒开！真系，又唔除个防护罩，又唔出啲机出嚟，又喺度拖时间啊嘛，头先啩，特登唔解除个防护罩啊，跟住又唔出机啊，咁样嚟拖你时间啊！哇！一次过，青椒龙卷风。就喺隔篱。哦，教练，剩低你啦，少女。俾我插咗少女。几搞笑呢两部，男人嚟喎，男人就唔好插啊！真系好多玩家，唔系讲笑。其实呢部都系玩金宝啊，反正佢够多浮游炮，
哎，哎呀，那走了。千秋玄君，插谁了呀？前救旋风，追旋风，旋风，旋风，旋风！哇，转世妖嘅，啊都系玩博招啊！其实呢部啊，火药炮多啊嘛，可以帮你牵制住。系队驾驶员嚟嘅喎，插佢。居然是你，还要两步，你好彩啊！哦，又决赛啦！美沙仲未翻嚟啊！唉，受幸，我觉得佢只系纯粹去换部机，跟住走翻翻嚟咯，根本唔系啲咩受幸啊，只系去换嗰部机啊！喂，咁大个核心咩？好似特别大啊嘛，今次嗰、那个吓、啊。相手チームとエンカウント。哦，你打我个你。不过，唉。根本瞄唔到准啦！阿青椒对阿青椒只手太大，挡鬼埋。哇，屈机喎！搵啲防油炮再牵制住佢啊，跟住再喺后面射呢碌嘢。落嚟啦！硬系要追住我嚟打啫，系啦，打佢哋冇咯，打我冇用啊嘛！再见啦！我顶啊，有炮台！喂，唔公平啊！你咁样，我哋冇咩？我哋冇啲自动嘅炮台啊！咁啊，佢哋有噶，哎我知你啊，主办方点做嘢噶？唔公平啊咁样，收晒黑钱啊，真系打假比赛啊，收买晒裁判啊，怀疑佢，唔好阻住我，插死佢，讲啊！收买咗裁判，该死啊！
死咧！打架比赛啊！哇，又有，只人一轮嘅啫嘛，系嘛？又攻多次。又有啲咁嘅炮台咯，顶佢个肺！你哋又收买咗裁判啊？系嘛？啊？有钱？等佢落嚟，插死佢！你做乜打走佢啫？真系醒少少系嘛？人哋打假比赛啊，人哋收买裁判，你仲走去帮人啊？手指咬出唔咬入啊！依家啲人，完啦啊！哇，仲有！哇！哦 ，Unicorn， 佢咪想整？佢咪想整咩啊？我觉得佢应该系想整全装甲版啊，系嘛？换咗个唔知乜鬼嘢上去啊！算系似噶啦，其实都啊，哇，咁快！打唔过几秒啊！又系强迫性啊！喂，顶 ！shit， 蚀咗啲！哇哇哇哇哇！危险危险！太冲动啲，睇住先啊！你喺度啊？等我回翻啲浮游炮啊！不如直接匿喺度打都 OK 喎，系咧。什么出去劈啫？呢个打唔得啊！佢哋玩防御噶，系咪先？佢哋系玩防御噶嘛，佢哋唔会主动进攻噶啦。呢个都打唔得，放粒核弹啊！跟住又匿翻埋啊！走出去啊！又走翻入嚟啊！差唔多啦，喺个霸体值冇乜嘅时候，二百打，我劈佢。イマタ！ウシ！ね、一次過食曬佢。ウシ！ウシ！ウシ！弹药耗尽啦，呢排啊，劈过，系男人就玩唯有，
完璧。